跟你们说个故事，你们慢慢听。那一年又他遇见了他，彼此动了心。可他们年纪太小，还不懂爱情，天真的以为牵了手就算是约定。时间飞逝过一年后的冬至，男孩变了心，动了有了分手的心思。他放弃学业，他不顾一切，做一个坏学生，他感觉十分优越。很少见面，他们很少再见面，之前的记忆被迫妥协，慢慢在搁浅。他有时开心，淡忘他的关心，忽略的太多，是贪玩心大过于安心。他坦然接受他离开的事实，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依旧在坚持。也许他还不懂，一个字叫变质，两个字念变质，或许是刚开始。根本不是埋藏在心里，去了不同城市，女孩有了新的朋友，新的圈子。她开始学着打扮，跟多人围着打转。男孩慢慢的不再是她情感的期盼，她不再期盼她会兑现当时的承诺。她已经看清，再美好的爱情也会错过。可她呢，她已经慢慢后悔，但她没资格后悔，更加没资格说累。不是埋藏在心里。